就是这本关于伊朗的画册，这是它的包装，这么厚，这个背后是阿拉伯文，这边是英文，然后。看一下，非常的好。一些清真寺和一些伊朗的这些人土风情都有。比较古老的这些建筑，伊朗的，英文和阿拉伯文两种语言的。应该是这个波斯文，